第一家店先来个猛的，厉害了！我跟你讲，这家店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小学六年级就来这边吃过了，在地人都知道。这家店厉害了，以前以为它是嘉义之光，现在真的要升为台湾之光了。现在对表，各位，现在时间已经下午快要四点钟了，对，对不对？这个时间来吃最聪明了，这时候吃刚刚好，就不用跟人家挤。结果，你看他们，多人都是来吃的。搞什么东西嘛？他们这边已经没有分什么用餐时间了。对对对对，等183啊，那就不要吃了啊。吃过的人，我只能送他一句话。怎么样？您聪明。您聪明啊！您聪明，哇，厉害！难怪厂商那么爱你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入口在哪边？大明星，大明星在这边啦。我认得他。你好，你好，各位。登上国际媒体的就是他，特写特写特写 ，CEO 啊，变胖了 ，CEO，CEO， 谢谢谢谢，欢迎你们，好荣幸哦，可以来吃你们的店。为什么下午四点钟人多到这样啊？我们嘉义都喜欢吃下午茶，哇塞，不得了，下午都没有休息，很多外国人他们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，他们也纷纷慕名而来了。是是是，而且这家很厉害哦，1953年就开到现在，60几年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哎，我觉得我因为我5年前来过，是不是不太一样，长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本店都一样。那我们隔壁还有增设两个管区，让客人不要等那么久。哦。时间这样。不是，客满了，没有位置坐了，我们去坐外面吧。留给我们的位置被人家占走了。位于中正路上这间砂锅鱼头在台湾可以说是无人不知，而现在要上国际舞台，更让许多外国游客争相拜访，难怪非正餐时间人潮依旧嘛嘛。哦，我们的招牌镇店翅膀。哦，巨星来，巨星来了。谢谢砂锅鱼头。好，谢谢。对于葛瑞斯小姐，听说那个时候 Nevy 要来拍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有来这边暗地来这边自己先吃一下，对，哎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就是微服出巡，像秘密客人吃完以后，他们说 I got it。请问 Nevy 的人是派沈玉玲来吗？没有，这么听歌 I got it， I got it。哦，你的豆皮就好吃啊！好吃，你这两行嘞，汤头超棒。这个豆皮好像吸那个高汤哦。对，你们的高汤就是熬大概10到12个小时。对，平均12个小时，我们都是好煮大骨高汤熬。嗯，怎么样？好棒，因为我以前就来吃这家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超爱的。我不想要演说我没吃过，只是说真的，台湾谁没吃过这个？你光看它的外表就够霸气了，因为它料超多的，然后它里面呢还有。木耳豆腐，还有我最爱的豆皮，对，还有三层肉，豆皮肉都有，再来就是这个鲢鱼头，鲢鲢有余，炸过之后它的香气又往上提一等，是，而且他们的沙茶是用那种特许的沙茶，他们就是沙茶跟汤呢要 mix 在一起，他说在地人的吃法就是直接把汤淋在饭上。再配，比如说你想要加什么料在上面，就加什么料，然后一起搭着吃，这就是最内行的吃法。最内行就是吃白饭配我们这个砂锅菜，赞！而且我觉得你们的汤头其实很入味，非常入味。你可以吃到白菜的甜味，是虾米的那个鲜味，里面还有虾米，还有豆皮的豆香味，是，真的很厉害。这边吃不完，你打包，我们会帮你加很多汤。啊，加汤回去，你还可以再吃个加个冬粉啊，或是加个面。加冬粉啊？对，其实都不会完全不会浪费。哇，加冬粉超赞的。还可以加汤，我刚进来就看到有人要再加汤啦。我们特色就是有没有规定说只能加几次？没有，10个人来点一锅，你也可以加到一直加汤，加到你满意。在这就好，可以住在这。那我外带之后，汤喝完可以再拿回来加汤吗？你就是得在这边喝。听说这个50、60年前慢慢创立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一道菜呢，它是家里的菜尾汤。那为什么要先炸呢？因为炸完之后呢，可以放比较多天。对。本来只是家中平时的私房菜，没想到偶然一卖就成了今天大受欢迎的砂锅鱼头。每天熬煮超过8小时的高汤，加入大白菜等超多配料，这个浓醇的好味道真的是排队也值得啦。其实你们当初是卖这个汤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阿公刚创业的时候，带着我阿妈，就是在文化路夜市卖这个。现在客人都会戏称它叫聪明蛋汤。聪明蛋，哦，这里面还有冬菜。对，还有冬菜。还有冬菜就是高丽菜腌制的。腌制一种菜，所以它很清爽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喝的。那你说要怎么喝？先吃那个虾。先吃一口虾。先吃虾仁。第一口你先吃，可以感受到虾的甜美。虾仁是果鱼丸浆下去穿烫。好弹哦。是虾的香味，然后再来是它那个姜的甜味，又 Q 又弹，
那第二种你可以把蛋切一半，蛋切一半，对，切一半。哎，你们蛋怎么煮这么漂亮的、啊？我们蛋真的是很用心哦，像在练轻功一样的做。你看，你看，漂亮、哦！你看，我们用的是鸭蛋，鸭蛋本身就非常有弹性，而且它的蛋香味是非常的足够的，很浓郁，但是又不会有那种腥味。它那个蛋真的好浓好纯哦，然后再加上那嘴巴里面那鲜香的味道，再配上那个蛋，吃起来很滑口，很滑口，对，很滑口。好吃啊！它的蛋白其实已经煮到凝固了，所以它是有嚼感的。但是你看蛋黄的这个地方，它有一半熟，一半还是呈现一种半液态半固态的那种状态，很像很浓的酱汁。你那个一半呢、啊？我们在地人还会就是今天如果是配一碗鸡肉饭，再把剩下一半的蛋放进去，加点酱油。你们还在走，然后没做行李啊，人家。然后第三步呢？全部 mix 在一起，mix 在一起对啊，有点像蛋花汤这样子。哦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喝起来好像很不简单哎哦。那个蛋黄在汤里面 mix 的时候，跟喝清汤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它整个有那种粘稠那种蛋香味在里面。许多老一辈的家艺人来到这里，不一定会点砂锅鱼头，但一定都会点上这碗清爽多层次、一卖就超过65年的冬菜虾仁汤。